介绍一下七云虎库的竹马镇啊，他们今天是由着花团长带领，就后面那一位啊，那么带着大家来，他们非常重视今天的活动，所以他们就动员了那个老班的啊，在座可以看得到，他们都是呢非常资深的这个演员，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他们已经开始传承到下一代。各位看到后面两位年轻的啊，那就表示说他们这一个，还有就加上虎库国小好像也有跟他们组嘛啊，组了一个那个也组了一个竹马团。那他呢，他们这一团跟刚才表演的新化镇守宫的八家将，都被前台南县政府啊指定为文化资产里面的传统艺术。那我在这边也要谢谢叶局长啊，